变成了，温度现在不够啊，稍等一下。啊，你看透明了，来了，看见没？啊，透明了。OK， 好。就变成黑色了。就天冷天热的效果。如果是不冷不热的，它会就产生一个中间渐变，它又不全黑啊，又不全透啊，所以它的敏感度很强。